啊，各位老板，打给为你们带来一套最新的 Android 主机啊，这个音质一级棒啊，老板，然后 power 也非常的大。其实 Android 主机呢 ，power 小是一个痛病啊，所以很多顾客装了 Android 主机，觉得 power 的那个整车的那个 power 掉了，然后没那么好听啊。这台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啊，这台 power 非常的大，音质也非常的好啊，各位老板。这台有什么呢？它有 HDMI 啊， HDMI 可以支持前后，前面看 Waze， 后面看 YouTube 啊。它的 HDMI 输出，如果你有后面有屏的话，然后有 Optical 啊，你们最喜欢的 Optical。然后这台主机还是重点，音质非常的好啊。啊，这台主机我们会拿去比赛，在 ECMA 的七月份啊，我们拿去玩一下，证明我们对它的信心在哪里，好不好？然后这台主机它的 DSP 也非常多 ，OK。给你们看一下40多段的 DSP 啊，当你不要自己调的时候，你还可以 select 你的 Jetlogbox Classic， 然后它的 Gain 啊，每一个圈呢可以单独调啊，然后每前面后面可以做 Cross Point 啊，各位老板可以做 High Bus Low Bus 啊，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好不好？然后 Position， 然后这个是它的场景，它有 Music Mode， 也可以做成 Cinema Mode 啊，一大堆的功能自己去研究啊，各位老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Time Alignment 啊，看到吗？整个 DSP， 然后收音绝对放心啊，收音是前装的收音啊，各位老板都是升级过的，我们做的是前装的收音。OK，YouTube、okay, 各一方面 ，Waze、AHD 那种普通的功能是一定有的，好不好？然后这台机子支持360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着找鸟的价钱，当然主机给你们 offer 了360，也要给你们一个最好的，好不好？所以我们 PNP 啊，哎。PWP purchase with purchase 啊，我们给你索尼3071080P 的360啊，一个很好的价格，有兴趣的直接 PM 我们，我把价格发给你，好不好？那个是 PWP 啊，各位老板不能单独买啊，帮我买了这个主机，给你们一个最好的360，现在 aftermarket 真的是最好了，索尼3071080P 给你们个很特价的价钱，就算你们用不到啊，买回去卖也会赚钱的，各位老板啊，有兴趣的 PM 我，好不好？谢谢你们。